最佳足球、最佳滚球，尽在 bet 三六五。他来决定球队往哪个方向走。弗里茨，漂亮！哎，今天两个人奠定了自己国家队的位置，弗里茨和库兰伊。虽然这个球是俄麦斯进的，对，可以看到咱们刚才介绍的弗里茨，因为那一瞬间咱们再看二打二，非常的漂亮。弗里茨首先速度有保证，对，领先半个身位，传中质量非常高。戈麦斯鱼跃冲顶，如果说刚才那个进球让库兰伊奠定了自己国家队，即使不是主力，也是有一个国家队位置的话。